食巴士的话，是北京首个的这种全景天窗的移动巴士，它也是北京首个的这种能够在车上实现烹饪的具有移动厨房的这种美食巴士。然后在二楼的话，总共是有24个座位，全部都是一个靠窗的一个设计。同时的话呢，在一楼还配备了这个整个的一个移动的厕所，所以也是实现了整个在这个巴士上的话，我们就是体验着这个美食，然后看着美景，同时呢也可以这种打卡拍照，体现这种一站但是的一个这种服务吧，算是整个的路线设计也是串联了咱们朝阳区的一些典型的一些地标性建筑，就包括咱们整个的一个 CBD， 未来的话还有 UIC 街区、三里屯，还有就是我们亮马河风情水岸，以及我们的奥林匹克中心园区，全程是40公里，然后基本上预期的大概是2个小时的一个车程。